来者何人？竟能通过阵法闯进来？冰仙寿前辈，晚辈来此地，是想求见于您。叫我山神。是，山神前辈。好，能走到此地，多年来你们是头一个，有点能耐。 求见本山神所为何事？说。晚辈为明术门弟子。你再说一次。山神的态度为何突然变了？山神大人，在下是明术门的弟子，今日前来是希望得到您的助力。明术的贼子，竟敢出现在我面前！滚！山神敬重明术门。 他因就是仙族的那只玉灵，他为何如此反叛？山神大人，晚辈只想得到您的协助。若我们哪里做错了，还请告知。您不是同本门仙族共修多年，情谊深重吗？为何？心口雌黄，犹记当年，他与我等仙灵兽约定共修，共享灵力。 仙灵兽各族何等信任，没想到后来，明术的不孝贼子贪得无厌，竟然暗中对我等下束缚之术，从玉灵身上强夺灵力，妄图加速自己成仙，将我等视为修仙的祭品，玉灵的性命根本不闻不问。我在那贼子手下被压榨数十年。 忍气吞声，终于等到他走火入魔而亡，才得以重获自由。什么？共修多年，情谊深重。哈哈哈哈哈！可笑，贼子们真是有脸，将事实黑白颠倒过来。如今。 竟还有脸来求我的帮助！明术门过去竟然如此不堪，月姐姐，小晴，你们快出来！月姐姐，我们还是不要惹他了，快走吧！ 啊，好吗？此病库于冰仙兽得天独厚，不宜久留。好，我们走。这就对了，滚远远的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月姐姐。 山神前辈，您解除了我一个长久以来的疑惑。明术门曾风光一时，但突然迅速衰败。门中传说，是世间仙灵兽再难寻觅，才令明术门示威。我却一直无法认同，隐隐觉得另有隐情。但门派凋零，派中秘心多已失传，这个疑惑伴随我多年，没想到。 竟是如此，谢谢你。方才，您提到了束缚之术，巧灵和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是我的家人，我不愿意使用这种法术来对待他，还请您教授我解除束缚之法。哦，我自幼学习明术门的术法。 却不知此为束缚玉灵之术，强取豪夺非我所愿，过错已犯下了。
我只希望可以亡羊补牢，还望山神大人成全。哼，果真如此，自是最好。你且听好，然后照做。脑海里直接传来了声音。万物有声，通玄其名，以无之间气化空明之刃，斩无相桎梏，断无形枷锁，御灵归附，命气乃除。这样就好了。是本山神小看你了，灵树后人，灵兽族幼子，你已自由了。日后本山神会照拂于你。什么？你不愿离开他？灵兽族幼子阅历太少，无法分辨是非，速来本山神这里。去吧。山神前辈，您这是何意？无需多言。师姐小心。兽族幼子，你竟如此想要保护他吗？巧玲，多谢你。我明白。我们并肩突围。生能克制本山神，但本山神修为远高于你，断不能再服输于你。林仙寿前辈，晚辈愿意为灵树门弥补一次罪孽，请前辈息怒。灵树贼子，今朝不休，莫怪本山神无情。小心，须知道必毙。血雨惊雷，
兽，妄称神，其灵气是神族。放肆！也要在本山神面前放肆！感谢山神前辈手下留情。哼，你又知道本山神留情了？晚辈修为浅薄，未葬身于此地，自然是您留情了。是，也有你帮忙的缘故。哼，我是看在他的面子上。小家伙，他真的待你如家人，从未有负于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月清书。明术门现如今还有多少御灵和弟子？本门现在只有掌门，一只御灵，一名，两名弟子。哼，明术门的衰败是咎由自取。没有御灵，就算招到神族弟子，也不过是摆设。晚辈已知晓往事，从今以后，明术门必定会尽力弥补过错。那，你可愿意与本山神订立契约？啊？愿不愿意与本山神订立共存的御灵契约？谢前辈。这可是不带束缚之术的。若是让本山神失望，山神会随时离开。怎么别动脚了，千万不要出事。还有其他办法再破一次冥币吗？我请问，轻点。被寒气伤了。我看看。没事，我只是灵力耗费太多，有些虚而已。冰封阵竟然被连破两次。看来我还得琢磨如何改良。山神大人。我乃上古仙灵兽哈战士也。下山再说吧。